咁今日咧，我就會試下砌呢個，睇下我可以幾快砌得完。我咧就有個時間計時嘅，睇下我幾快砌得到。我數三聲咧就撳啦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四隻蜜蜂，三、四、四隻蜜蜂，五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四、五、四、四隻，一、二、三。四，然后呢个就一八粒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开始砌。四隻蜜蜂，三分鐘啊！好長啊！隻蜜蜂。Oh my god! Wow!
咁就剩翻一隻蜜蜂。佢哋四隻蜜蜂搞掂咗，然後之後就七隻羊啊，而家係羊，就係羊。我之前識有隻豬嘅，而家我識七隻羊嘅。第八页了，八分钟啊！那你，反正。
然后呢，再揿呢啲，然后之后咧再揿，就揿呢度喺呢度。
好似咁樣，一塊咁樣擺喺度。第二啦，我哋二十頁，十六分鐘，二十頁 ，nice。反翻轉佢，呢兩嚿。都四個呢啲啫，二、三、四，然後再一塊草，三個一個草，一、二、三咁樣，然後最後一嚿咧就擺喺呢個個頭上面，然後之後呢嚿咧就。摆埋喺个呢啲呢个位度，黐咗第二页，哇十七分钟第二页 ，OK， 两块呢啲，一个呢个，咁咧然后之后我哋要。首先就要呢嚿嘢，然之後再落曬呢個好多粒咁嘅嘢，擺喺中間，擺喺隔離呢個位，整翻兩粒喺度，擺喺呢度。然後咧就擺齒輪喺下面，咁樣。然後將啲綠葉就插上嚟咁樣，插上嚟。第二頁，然後之後呢嚿嘢擺喺度插入嚟，十九分鐘廿分鐘啊！嚇，大佬。然後之後灰色呢嚿嘢都插喺黑嗰嚿上面，跟住細細粒啲粒嘢都擺喺上面。全部係擺曬上面，然後呢塊咧就咁樣，應該就係咁樣砌喺呢個位咁樣嘅，咁樣我轉呢個就應該轉嘅係啱啦啱啦，冇錯錯冇錯。OK OK。然後之後就要就要，OK， 一粒呢個，同第
第二樣呢啲，咁樣將呢啲粒嘢就砌起呢個位咁樣，呢粒嘢都係。呢個好似車胎咁嘅嘢，再第二粒呢啲，然後再都係拆起就拆嚟，呢粒嘢就拆嚟，最後一粒你就可以轉住，轉嗰個車胎咁就可以轉轉咗呢個。OK， 跟住而家砌花，啲花一嚿呢啲。然後將兩嚿呢啲橙色嘅，你想砌邊個都得嘅，由你選擇。三袋呢啲綠色嘅，然後一袋呢啲，砌咗呢個喺個，第二個就係呢啲個位，第三個就係呢啲個位，呢個咧就係中間呢兩塊。都再兩嚿呢啲兩個，兩嚿呢個，兩嚿呢啲，跟住就要 OK， 兩嚿呢個，兩嚿呢個喺上面。咁樣搭喺上面咁樣，應該啲蜂巢啲嘢嚟咯。跟住拆喺呢一個位，然後之後咧，個第二朵花，等下呢個一個綠色啦，一個呢啲綠色啦，然後再一個紫色。差唔多就呢個就擺喺下面，咁樣呢個就係插喺呢度嘅。跟住然後呢個咧兩粒藍淺藍色嘅花，再一嚿呢啲，都係插邊個得？邊個係？係。然後之後咧，一個就擺喺呢，差埋一個綠色，
呢個你哋睇解中間呢個位啊，呢個位係。咁樣啦，跟住咧，跟住呢 part 搞掂就到只，就攞翻只羊出嚟啦。頭先睇嗰只羊，攞翻呢個位，藍色花架嚟，呢、這個淺藍色花架嚟。仲有第二，就整四個蘿蔔，蘿蔔。然後就有一朵粉紅紫色的花，很多花在這裡。其他花一樣，咁砌砌嗰朵紫色花隔離嘅係，我一朵搞掂，得唔得？應該係另一個嚟呢邊嘅嘛？在隔壁這裡OK OK 應該搞定了，是現在整些蜜蜂，兩條這些透明的，一塊透明的，再一個第二個透明的東西，然後之後就個東西就反轉去兩個咁樣一擺，咁樣就係，然後再砌嗰粒上，透明嗰粒嘢就嗰粒嘢咧就咁樣砌上面，咁就好似拮住咗個窿啦，有對筷子拮住個窿啦，即係好似小朋友筷子咁咯，半個鐘頭 ，OK， 盡快啦我哋，跟住再攞曬四隻蜜蜂，咁。平擺平佢，反轉向前面嘅圓圈。
其實真係做蜜蜂，窗前排砌邊個地方都得嘅，砌邊個位都得嘅。跟住四條龍咁樣擺，然後就呢兩個嘢咧插喺度，咁樣咯，好搞笑喎！而家可以咁樣嘅整啊！跟住就第二包啦。好鬼長啊！啲蜜蜂，咁同頭先啲蜜蜂一樣嘅。呢個唔係蜜蜂，呢個唔係嬲嘅蜜蜂，呢啲係嬲嘅蜜蜂，呢個係唔嬲嘅蜜蜂。OK， 蜜蜂一隻蜜蜂搞掂。然後第二隻蜜蜂，然後就咁樣砌翻蜜蜂頭，然後砌埋第二隻。第二隻蜜蜂搞掂，少少歪咗 ，OK。然後之後就第三隻蜜蜂嚟噶。Oh my gosh！ 我仲快要，仲有40分鐘啦。然後之後咧，再啲多嘢，然後之後 OK， 第四隻蜜蜂，
怎样？谁这么疯？谁这么疯？我给他写了一个月，一三，哪里？啊，没得，谁？第一个月的怎么的？这我们打算是一个彩色的你们记好了就跟陈老师跟电话搞一下。你们这里搞了 OK， 就等下你们这个明白，破树嚟嘅呢个系。整紧而家整个巢啦，一块黄色嘅花瓶嘅，然后之后四个呢啲，三四四个，然后一个开咗嘅嘢咁样嘅系。呢條呢啲就係咁樣，呢個嘢，呢個呢個，兩個呢個，即係兩塊呢個都，唔係，點樣？呢個呢個係啦，七，就插喺度下面個，唔係，即係兩個嘢就擺側邊呢個位，咁。就呢個就咁樣擺，然後再咁樣搭埋上去咁樣 ，OK。然後之後呢塊嘢就你咁樣擺喺上面，咁呢個變咗個窿仔喺度，細細哋嘅窿仔。呢個意義，跟住呢個咧就咁樣砌起棵樹咁樣。我花上面，咁樣個大窿就擺喺呢個位，咁樣。哦，39分鐘 ，OK OK， 跟住就呢塊呢個。就放呢個喺棵樹上面嘅，黃色嘅位置，再一塊綠色嘅，四個啲細細地嘅平嘅綠色，得兩個格仔嘅啫，然後再一個呢啲一粒嘅上面嘅。塊嘢做成四粒咁樣，二三
四咁樣。然後之後咧，就呢塊就擺中間嘅，兩個喺中間，啲磚好似啲磚咁樣，就擺一棵樹，咁樣擺，呢就咁擺，呢個唔係喎，咁樣，咁擺，咁擺。唔係，錯曬。係咁樣嘅，等先啦，41分鐘。Oh no！咁樣然後就執走啲綠色嘢，粉紅色。咁樣咁樣，跟住再多一嚿咁樣，就擺喺前面呢度，咁樣，然後之後就有啲綠色嘅嘢，即係有三嚿綠色嘅，然後一嚿呢啲，咁樣嘅，兩嚿呢個就咁樣。然後之後要多擺咗呢個，好似窗口嚟嘅，擺上面度，咁樣 double。然後之後再一嚿呢啲，同埋一嚿呢啲，再多兩嚿呢啲，咁樣兩嚿呢啲擺。側邊呢啲，側邊呢度，咁樣，然後之後一個就擺擺咁樣，咁樣擺，之後面呢個咧一樣啦，咁樣擺。然後之後再一個綠色呢啲嘢。Oh no！ 咁樣擺喺上面，喺上面，咁樣，咁曬，再兩個彩綠色嘅咁樣，喺隔離呢度，拍喺隔離呢度，咁樣，就咁樣啦。一兩塊呢啲，就拍喺前面呢兩個位嘅。即係呢個就有棵樹咁樣，就咁樣吸落去，之後就變成咁樣噶啦。然後即係擺一隻蜜蜂喺入邊。咁向住呢個位嘅，向住曬所有嘢嘅地方嘅。
变咗成食嘅包入边啦。然后之后再两个呢啲绿色嘅，再两发两条呢啲，然后即系仲有半透明绿色半透明嘅一个整方形，一条，两嚿嘢喺上面。佢第二條都係度咁樣嘅，應該咁樣。中跟住醒哥個嚿綠色嘅就擺最上面，之後呢個咧就擺棵樹嗰度，唔係趴實嘅，仲要係唔使趴實，可以直咁開就得噶啦。一棵树搞掂，跟住到一个 board 嘅书啦，一嚿呢啲，再一嚿呢啲，应该系嚿黑色嘅，就系咁样，咁样，整到剩翻粒嘢度，再一个咁样，黑入嚟，咁样啦，然后之后就第二个正方形喺上面。然後到第二嚿呢啲，就擺喺上面呢個咁樣咁上，然後第二嚿黑色嘅插喺入邊呢度，咁樣所以變成咁樣，咁樣，咁樣。跟住再第二個正方形，再得個白色正方形喺上面，然後兩嚿呢啲咁樣嘅。放喺砌上面，咁样同咁样，咁样，即系咁样砌上面，再砌上面，跟住两个绿色嘅就砌隔篱。然后之后再一个绿色嘅摆喺上面砌咁样，咁砌，再一个绿色嘅砌喺上面呢度，咁样上砌。然后之后呢棵树就摆喺呢个位置。跟住再一條呢啲嘢，做啲乜啊？咁插喺呢個位，即係咁樣呢個位。然後之後咧再咁，哦，我分，插過嚟，咁樣，然後第二隻。就擺喺入邊個蜂巢度，就擺喺個蜂巢度。然後第三隻咧，睇下先，就擺喺第二個蜂巢上，咁樣。最後一隻都係棵樹入邊噶啦，喺棵樹入邊嘅一隻。OK， 跟住。再擺啲擺啲蜜糖，你擺想擺啲我都得嘅。我差唔多啲，哦唔係一隻手嘅，咁樣嘅嚇，咁樣嘅。Oh my God！咁樣，我要踩翻鐵先啦。
然後之後啲咁嘅公仔咧就砌喺個綠色嘢度，即係呢嚿嘢喺度擺度。之後個小牛仔咧就就擺喺呢個位。OK， 就咁樣啦。我就砌完啦。好，咁今日就嚟到呢先。大家記住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短片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